陈丽姐姐我是知道的，听过作品非常好的一位歌手。叫你什么 ？Jackson 加尔。其实他不知道，哎，好像没怎么叫我，好像就是嘿嗨，就是。我觉得姐姐很活泼。就有些人的性格可能会有一个墙，就跟你保持一个距离，这样的。我觉得姐姐很就是照顾我，就很就是没有墙。好紧哦，这个。好吧。王家队长应该是他做的是 trap， 对不对？而我对 trap 有一个生理上的，我有点怕那个就是电叉很密集的那个声音。反正不会是我自己主动要去听的，在我舒适圈以外。但是肯定还是要听的。